以下节目是由卓越财富集团 Jenny Chen MBA 赞助播出。在这一节的商界纵横，我们将会探讨中国企业总裁的财富人生。那在节目现场呢，我们有两位嘉宾。那第一位呢是卓越财富集团的副总裁 Jenny Chen。那 Jenny 呢，她是 MBA 的金融信息和管理硕士。那她同时呢，也是连续六年蝉联百万圆桌 Top of the Table 的顶尖顾问。那她同时呢，也是百万圆桌 US Tax Planning Committee 和 US Protection Committee 的高级顾问，那他呢也是这个国际金融讲师，而在今年呢，他刚刚获得了 Gamma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的最高领袖荣誉奖，恭喜你 ，Jenny。谢谢 Mina， 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非常感谢这个观众朋友的大力支持哈，非常的感恩。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呢，有一位远自来自中国的一位嘉宾哈，他呢是不仅呢是中国叱咤风云的非常著名的企业家，同时呢，他也是这个非常著名的一家这个北京的学校的一个教授哈，他非常的年轻，那我们就一起来欢迎他，他是这个巨腾资本的总裁董事长戴宏，欢迎您。哎，戴总你好，谢谢，很高兴在湾区跟中国的朋友们见面，谢谢。在卓越人生财富解码的这个系列节目中呢，我们今天就与 Mina 和戴总呢一起哈，我们来谈一谈中国企业家的财富人生。通常来讲，我们提到成功哈，提到这个觉得命运呢总是这个倾向于或者是垂青于哈，非常的有梦想，有这个就是努力奋斗哈，非常精明的，会非常智慧的人士哈。那我们这位戴总呢，他确实是哈，他的这个梦想之大哈，非常的有这个坚韧不拔哈，这个坚持不懈的，一直直到他创业的成功。那戴总，我就想就是想这个来跟你谈一谈哈，请教您当初哈，在您设立这个巨腾资本的时候，您当时的这个灵感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戴总，就是在我们公众哈都是鲜花、掌声，还有财富或者是名誉哈。那其实，在这么多年的奋斗的过程中，我们也知道经历了很多的一些挫折，还有一些挑战哈。那到底今天有这么的成功哈？到底您的成功的秘诀和关键在哪里呢？谢谢建对我的这样一个介绍哈。那我想呢，有两个问题来去跟您交流哈，来跟观众朋友们去交流。第一个，我觉得你谈到创业；第二个，谈到成功的秘诀哈。我想先从创业谈起哈，谈到创业的灵感。我有两段创业经历。第一段创业经历是1999年，那一年呢，我29岁。哇，真的很年轻。当时呢，我是在服装行业和培训行业工作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现了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当时的服装产业哈是比较传统和封闭的一个行业，比较落后。而培训行业呢，在中国呢是刚刚兴起的一个行业，非常的先进，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先进的管理思想在这个培训行业涌现出来。但是呢，那时候培训只限于对一些比较先进的行业，比如说 IT 行业、医药行业。那后来我就发现一个机会啊，我说这么多好的管理模式、好的思想、好的经验，为什么完全都不能够在服装行业中运用呢？我是发现了这样一个机会啊，所以说当时的我就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说我可不可以创立一家公司，专门为服装行业提供先进的管理思想、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帮助这个传统的产业能够去创新，这是我发现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这是一个创业的动因。因为讲起这个服装行业，其实这个范围很广。您指的是这个销售方面呢，还是哪一方面呢？指的是销售和生产，整个的中国的服装产业。就是整个一条龙的这种服务怎么样？对对对。因为当时我还有一个动力是怎么样的？我当时我在做培训的时候，我是联想集团的培训顾问。联想当时也是到现在也是中国顶尖的企业。我还有个发现哈，这个联想公司的管理水平啊，最起码比服装行业最好的公司啊先进50年，一点都不夸张。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当时就有个想法，我说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优秀的企业优秀的管理经验真的带到这个行业中来，这是第一个动因。我有这想法以后啊，我就跟我的朋友去交流，当时做培训的朋友交流，我说我想创立一家专门做这个专门为服装行业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的一个培训公司。所有朋友都给我泼冷水啊，他说怎么可能呢？
这个培训行业那时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行业，因为刚刚开始，只有一些最顶尖的行业和顶尖的人才能接受这个接受这样一个服务。服装行业很传统，他们又没钱，他们怎么可能有他们的那时候从业的这个，因为刚刚开始，他从业的经验比较少啊，所以说呢，他怎么可能呢？啊，但是我想，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跟他们去交流，我说，当我们发现空白的市场的时候，你要去看，啊，那到底是没有市场，还是说有一个巨大上等待我们去开发，是一个机会哈。对，我认为是一个机会。说到这个创业呢，其实在我们旧金山湾区哈，也是非常多的人哈都有一个创业的梦想。对，那这个梦想呢，有时候在初创的时候呢，有时候可能很难度过这个就是朦胧期，或者呢在有些中型的这个公司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个再更上一层楼的一个再创辉煌的一个机会哈。所以的话呢，我想您经过了这么多的这个创业的这个经历哈，肯定是有很多是有困难的，怎么样把这个困难变成以后成功的一个有力的这个跳板哈？那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可能就是有一些刻骨铭心的或者是非常深刻的一些创业的故事是吗？跟我们分享一下。对，所以我想呢，就是刻骨铭心哈很多哈，我想谈谈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要去坚持自己的梦想。是，当时我有这想法，别人全都给我泼冷水，我就首先要需要坚持。是，第二个呢，你要去有一个敢为天下先作为创业者。第三个呢，我觉得要去敢于承担失败和风险，你心里要做好充分的失败和风险的准备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对，所以当时因为您一开始提到这个培训和那个时装这两个行业，好像完全感觉是不搭杠的。对，而且你真的要有这个勇气，而且要第一个人来走这个路。对，我最印象最深刻的话是我力排众议。你问我最深刻的是我力排众议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带领团队创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为服装行业服务的公司。一共走了17年，今年公司刚刚在中国挂牌上市，所以这样一个小小的梦想的种子，在我的坚持之下，我觉得成功了啊，这是我最深刻的这样一个感受。是，观众朋友，我想的我们都谈得意犹未尽哈，真的从戴总的他的这么多的经历，他的成功，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一直坚持不懈哈，一种创新的精神哈，一直勇往直前的这个超越自我的精神，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如果大家呢对这个 topic 感兴趣呢，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下周末哈有卓越财富集团联办的一个这个讲坛哈，那主要是中国企业家的这个财富人生哈。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877-253-8288，877-253-8288。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呢收看我们卓越人生财富解码的这个系列节目。我是卓越财富集团Jenny Chen。那今天的我们的在访谈的贵宾呢，就是来自中国的巨腾资本的总裁董事长戴宏。那也恭祝您的事业呢更上一层楼，再创辉煌。那也就是对我们的观众朋友呢，也希望新的一年呢有胆有识有智慧。那我们下期再见。我们感谢 Jenny 和戴总，我们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